女童星惨沦三级片演员，整容吓到网友认不得。26岁韩星金成恩7岁时在韩剧《顺风妇产科》演出古灵精怪的朴美月，深受观众喜爱。不过因成名过早，角色太过鲜明，让金成恩求学时倍感压力，曾表示被同侪霸凌，罹患忧郁症，甚至有自杀念头，最后远赴纽西兰求学，成年后再回到韩国重新开始。近年他经历整容演出三级片，新路始终未大开，最近转换跑道当起直播主。金成恩7年前豪掷68万元台币变脸，割双眼皮，削下颚骨，磨颧骨，垫下巴及整鼻，彻底改头换面，目的是要让外界知道他已不是当年的美月。他在2015年突破尺度演出三级片《花样女鬼》，在片中大胆吸在男人身上，甚至有裸露激情床戏，可惜名气依旧未增。最近他转战网站 Africa TV 当起直播主，在直播中分享自己的近况。金成恩坦言自己仍对表演有热情，无奈都没有剧组找他拍戏。韩国演艺圈竞争激烈，为了维生他曾去化妆品公司上班，同时努力试镜。谈到当年演出三级片，他表示不需要大家同情，这是我的选择。金成恩的直播成功引起关注，网友们留言为他打气，但也有人发现他似乎又变脸，样貌与童星时期已相去甚远。自杀解决不了问题，却留给家人无比遗憾，请珍惜生命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0800-78万8995，24小时。生命献血谈专线1995，张老师专线1980。